怎么了，彤彤？谁去幼儿园接的你啊？我们到处找你，很担心你。妈妈，妈妈，回来啦！饭都做好了，做了你最爱吃的烧排骨。裴静，干嘛这么惊讶？这么久不见，这么想我？你在这干嘛？这是我们家呀，你和儿子都在这儿，我当然也在这儿。这位小姐是？这是金娜妈妈。金娜，你好，我是无所谓的妻子裴静。是前妻。我是无所谓的朋友，刚才小孩子乱叫的，不要介意，我先走了。金娜，彤彤，来跟妈妈回家了。金娜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是和你同时见到的裴静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接走的彤彤，怎么进的我家，怎么出现在我面前。请你相信我，不管裴静做什么，他都只是我前妻，我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金娜，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？我会好好的，好好的跟裴静谈一次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好好处理这个事情。金娜，金娜，金娜，哎，你相信我，相信我。真的是我妈妈吗？当然是啦，妈妈怎么会骗你呢？那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？因为之前妈妈生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所以不能来看彤彤。是跟我一样的病吗？也做手术了吗？还疼吗？不疼，妈妈不疼了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叫声妈妈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金娜妈妈了。那金娜妈妈跟妈妈，你更喜欢谁呢？那要看你对我好不好，是不是每天都去幼儿园去接我。好，妈妈每天都接你。嗯，回来了。裴静，我们聊聊。彤彤饿了吗？嗯，孩子饿了，我们先吃饭好吗？你们吃吧，我吃不下。彤彤，来，我们吃饭啦。彤彤喜欢吃什么？是这个排骨还是这个青菜？嗯，喜欢吃排骨啊。彤彤跟爸爸一样，也喜欢吃排骨啊。尝尝妈妈做的排骨，以前爸爸最喜欢妈妈做的烧排骨了。老公，嗯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，老婆大人？有何吩咐？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你说结婚到现在，咱们也没做过什么错事啊，怎么我还没怀上孩子啊？没怀上孩子多好呀。好什么好？我们俩现在自由自在，想去哪去哪。可是我还是想要。想要迟早都得要的，只是这个时候呢咱不是时候。养孩子压力真的太大了。那你看看那个我以前老同学阿志，生了孩子以后，你看那日子过的，你想过那样日子啊？和你分开以后，我就去了上海，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个富商，他也是做旅游公司的，我就把你的资料卖给了他。
让他挣了一大笔钱。他觉得我是他的福星，就开始追求我。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无微不至的关心，又会制造浪漫，时不时还给我惊喜。于是我们很快确立了关系，住在了一起。我以为他很快会跟我求婚，没想到等来的是他从台湾来的太太，当众给了我一巴掌。于是我就变成大家眼中的小三儿。他是靠的岳父起家的，很怕他老婆，不该惹他，于是他给了我一笔钱让我离开上海。我也觉得丢人，就拿着钱来了北京。来北京以后，我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，生意一直很好，直到他交了一个爱赌钱的男朋友。有一天我来到店里，看到的是空空如也，狼藉一片，要房租的，要服装款的，天天守在我家门口。后来他们又拆了店门，泼了油漆，让我日日不得安宁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大的北京，这么大的上海，这么大的中国，怎么倒霉的就总是我呢？所以你就把我卡里的钱都转走了？我是迫不得已的，我不知道那个是彤彤的手术费。如果我知道那个是彤彤的手术费，就算他们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拿的。过去就过去了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你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。无所谓，现在在北京除了你跟彤彤，我没有别的亲人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对不起，金娜现在是我女朋友。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牵挂也没有。没有。你胡说，你知道我的记性不好，家里所有的密码都是我的生日，你知道我爱丢三落四，就把家门钥匙藏在脚垫门口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习惯你都没有改。我知道你还是想着我的，对不对？裴静，你想太多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就是我的家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还会是。要不我先给你订个酒店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我不走，彤彤需要妈妈，我要跟彤彤睡在一起。彤彤已经习惯和我睡在一起了。我今天哪儿也不去。起床了，彤彤，爸爸送你去幼儿园，然后爸爸今天去加班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起来，洗脸刷牙，洗脸去。你们起来了，快刷牙洗脸，准备吃早饭。彤彤真乖，自己去刷牙洗脸了。裴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之前那房子到期了，租新的房子需要一些时间，还有钱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接住一段日子。我知道你妈住院了，你工作又忙，让我来照顾你妈跟彤彤，让我也尽一点心意，好吗？毕竟，我们夫妻一场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我流落街头？
嗯，我知道了。陪彤彤吃完早饭，我就走。彤彤，洗好了吗？来吃早饭了。你看，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。来，来坐。彤彤喜欢喝粥呀，来，我们喝一个纯牛奶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再吃个包子。我今天要加一天班，彤彤有点咳嗽，这是他的药。如果带出去玩，记得用温水喂他，不用热水。我妈那边就不麻烦你照顾了，他就是常规的输液，我下了班去看看他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奶奶，彤彤你来了，奶奶可想你了。来，妈，雷庆，给您做了点饭，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，但是肯定比医院的好吃。裴静啊，你怎么还敢回来呀？你害得我们家所谓还不够惨吗？妈，您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。彤彤，以后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可是他说他是妈妈。他不是。妈，您别这样，您可以恨我，但不能不让彤彤认我呀。裴静，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要回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已经再经不起你折腾了。我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安定下来，现在所谓又有了新的女朋友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放开她好吗？妈，您误会我了。您先吃饭吧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三阿姨，哎，怎么了？您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，是不是李尚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挺好的，是我。我家老人病了，我得回些日子，可是李尚这样我也不放心啊。阿姨呀，也看得出来他喜欢你，听你的，你呢也关心他，那阿姨呀拜托你了，在我走的这段时间啊，常去看看他行吗？您放心吧，我会的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赶火车先走了。哎哎，好好好，那您慢点。哎，好。金娜，这么巧，你在这家医院啊？所谓今天值班，我婆婆在这住院呢，我带彤彤过来看看奶奶，顺便给她送饭。好，我先忙去了。那你忙。你舔你舔你，妈，您怎么都没吃啊？是不是不合胃口啊？那我回去问问所谓，您喜欢吃什么，明天再给您送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那我先带彤彤回去了。不用，彤彤就在这里，一会儿我给所谓电话，让所谓来接她。妈，别叫我妈。所谓今天加班让我带彤彤一天，您不会觉得我会对彤彤做什么吧？再说小朋友在医院待久了也不好。35床的曾阿姨过来做检查。哎，好的，我就来。好的。妈，您放心吧，彤彤毕竟也是我的亲骨肉。彤彤来，跟妈妈回家啦。彤彤乖啊。奶奶再见。妈，那我们走了。
裴静到医院来看我了，脸皮真厚，见了我就喊妈。谁是她的妈呀？你告诉她啊，以后别到医院来看我了，我不想见到她。好，回去我一定跟她说。所谓啊，你还是赶紧让她走吧，这个样子你让金娜看到了会不会不好啊？也挺奇怪的，平时金娜再忙她都会来看我。没来吗？没有啊，我想会不会她是看到了什么。可能是没时间吧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她要照顾别人应该挺忙的。你们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哎呀，您就别操心了，没事的，好好养您的病好吗？好。